傅您看一下68年属猴女的。68年属猴的女的是吧？嗯。啊，68年属猴女的师傅。嗯。想看什么讲吧。啊，看看身体有没有灵性。啊，有灵性啊，在喉咙这个地方，还有肩膀。啊、对，师傅，他的喉咙确实是不太好，师傅你说的对。啊，还有啊，还颈椎也不好，嗯。啊，对对对，师傅您说的太对了。嗯嗯，你要这个灵性，这个灵性是个中年妇女，嗯。啊，那他要多少张小房子是吧？啊，看一下啊。62张。62张。对。嗯、啊、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您看看他打胎的孩子有没有走。哦，怪不得。哦，他打胎的孩子还没走掉呢。嗯。还没有走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是吧？哦，不少啊，32张。32张。嗯，师傅，你再看一下他的业障比例，感恩师傅。嗯，业障比例是吧？对，68年属猴女的。68年属猴的女的，哎，他的业障不算太多，也就是26。嗯。啊。嗯，26。嗯。嗯，师傅，您麻烦师傅再看一下他家的佛台，感恩师傅。佛台还可以啊。嗯，佛台还可以。佛台还可以啊。啊，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来了吗？是吧？来过，来过，来过。嗯嗯。啊，师傅，您再对他的修行说一下吧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他也是很发心的一位师兄。对啊，就是叫他要注意啊，要注意一点的，就是讲话要还是要当心啊。啊，对，嗯。有时候度人呐、啊，啊，有时候念经啊，还是讲话的时候不是太当心。啊，对，让他就是在就是口业上，就是说注意一些，嗯、是不是，是吧？嗯嗯嗯。嗯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